欢迎各位观众继续收看今天晚上的 GPL。那么呢，我们今天的晚上七点 Game One 已经打完了，好，然后呢，紧接着马上就要来打的是八点整的 Game Two。那么，这个记得是感冒哈，大家可以这个替他祈福，希望他赶快好起来。因为我刚才出去看观众反应，看到有观众在说说什么吸鼻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他感冒。那最近天气多变化，就是说实在的，最近天气很诡异啊，已经到了人间四月天啊，但是下雨下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天气常常都很冷。所以大家我知道，如果说你都不出门的话，应该是比较不容易感冒的啊。我知道大家如果待在家里打电动是比较不容易感冒的啊，所以请大家要多多注意这个身体健康，多多支持 DNF 啊，是这样吗？啊，好，那么马上还是言归正传，好，刚才是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然后呢，言归正传，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来开始，是由西贡小丑队要来对上马里拉猎鹰。那我跟季老师前面也聊过，说呢，感觉西贡小丑队今天就会很生气的来痛殴马里拉猎鹰，而且呢，既然他来这么生气。状况下，你也不能期待他把机器人放出来。对，尤其上一场那个 HQ 也用这么快 的速度就赢了，感觉西贡小丑就说什么最快，跟我挑战一下这样。感觉西贡小丑，因为西贡小丑打凶的时候也很凶。我记得今年这一季春季赛这个第一次西贡小丑对西贡星期五的时候，这两队交手的时候，西贡小丑队是痛殴了西贡星期五，对，而且那场是非常的快，然后各种的大夫，各种告诉你我才是学长，对，各种大夫。那我觉得像反观像刚才那场 HQ 其实并没有打什么大夫，他这个很认真的推塔，并没有打大夫，因为他如果我是打优势，然后一直在大夫不推塔的话，出来就要被教练鞭打。对，教练说我们。车都计程车都叫好在外面，不是，应该不是这样啊。贝克教练，我们还是要替贝克教练平反一下。贝克教练应该是说，啊，你有优势不推塔，你是智障你。对，贝克教练口袋拿出一个长长方方的东西，他就说，看我今天口袋，我看一下我几条人，然后一人一条，这样 take it 几张几条啊？你，哦，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打得非常的，等于是说快推啊，就是说。我打赢了，打出优势，我也不一直带伏，我把看到的人杀掉以后，我就先推塔。对，然后你要过来，我就把你打死。对，你过来我才杀你，我就勾死你。那西游星期五上次那场，就是我说这个本季第一场打西游星期五的时候，倒是真的是疯狂在杀人。对，那西游小丑队如果陷入一个疯狂杀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很难阻挡的啊。这次西游小丑队。然后你也知道，跟昨天的比赛一样，他们对台北暗杀星的时候是 Juni 在打 support， 然后 safety 在打 jungle。但是我觉得 Juni 的 jungle 比较奔放一点， safety 的 jungle 就还好，比较没有什么亮点。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对，而且 Juni 我觉得他也是敢尝试角色的一个 jungle。像我记得扎克就是在本季他也是有出场，就是的，对 Juni 用扎克。对，那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认为西贡小丑队之所以把 Juni 调去打 support， 主要是因为西贡小丑队是一支比较靠下路 carry 的队伍，对，因为他非常依赖 Archie， 那么所以把操作很漂亮而且进攻性很强的 Juni 调去跟 Archie 打同一条线，就是目的是为了要赢下路哦，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对，尤其我觉得这猜测也是蛮有道理，尤其是就是当你 Juni 是一个本身算是比较奔放、比较侵略的角色的时候，在下路线你要赢线，基本上其实侵略的那个第一个时间点是 support 在做，因为通常拥有牵制技也是 support。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本身其实是不太会牵制。对，比较像是在吃兵，然后找到 support 有一个好的时机以后，他会跟上。是的，对。好，这次西贡小丑队，接着我们马上来看他们的对手哈。今天这个我们来看今晚的彪哥啊，今晚的彪哥当然还是同一个彪哥。然后今晚的彪哥，那感觉就是要出不到机器人，自从他在。上个礼拜还有上个礼拜就是大名大放之后呢，我觉得他再也出不到机器人了，真的非常令人遗憾。对，从曼谷巨人一路拉到 TPA， 他都、TPA 也被拉到差点崩掉，超恐怖。对，都告诉你，我彪哥不管你对方是谁，对我都会把你拉爆。对，那所以感觉西贡小丑队就不会让他出机器人。那 VYY 在操作上面要跟阿奇对抗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输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好，那 VYY 也算是操作还不错，但是因为阿奇毕竟经验比较老道，然后本身打了非常多、非常非常非常多比赛，所以我觉得阿奇可能比他强一点。对，尤其他如果今天能出到伊利的时候，就是伊利在 AD 上容错率是比较高，你要小心就被伊利一个 bait， 就是反杀之类的。好看，且看西贡小丑队会不会什么 FPEZ 之类的，做这么怪的 FPE 也是未必不可能的、啊。那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让 Archie Carry 是他们最强的胜利方程式，包括他们对上在那个对上 S2 打那个中二流，那也是他们第一支在这个 S2 决赛里面打中二流的队伍嘛。那
就是那一场也是打得很漂亮，所以他们其实西谷小队就是一定会想尽办法让阿奇来 carry。那马亚猎鹰到底要怎么样破解西谷小队的这个胜利方程式？因为毕竟在战绩上面两队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哈。马亚猎鹰本季开赛的时候阵容就是很不行，然后后来换了阵容之后有赢过，但是也没有赢非常多，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这个跟梦炫队在比说谁的败场比较谁可以拿到第五胜。好，就是看谁可以拿第五胜，或者是谁少输一场這樣。就是我觉得两队都还是很苦情的啊。马上来看这一场，西贡小丑队对上马亚猎鹰啊。蓝色角落进场的是西贡小丑队，而红色角落则是马尼拉猎鹰队。对，那西贡小丑这边非常的特别的地方是蓝方把两个就是全球流的角色都 ban 掉了，所以就是蓝方通常会放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他自己 ban 代表他今天不打算使用，他也不想要看到就是有人出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我 ban 掉这张战术，我拿我要拿到的角色赢各条线，我就赢这场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西贡小丑的节奏。可是我还是一样不喜欢这个 ban 法，就是说你是蓝方，你有一些优势，你这个是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脚的，也没有啦，这个没有到砍断手脚，自己砍断自己的手指头之类的水准，就是。这样很奇怪啊，因为明明你就可以选啊，除非你真的不会玩，不然的话这个角色你用明明就很厉害。那除非啊，除非有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是要针对对方，我可以接受。但马亚猎鹰并没有特别以这几只角色著称、啊。对，通常没有人在针对他们的上中打野，都是针对下路。机器人放了啊，新手小队放了机器人。那可能就是一个阿全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也不错啊，这是我最希望看到。观众应该也很喜欢看到，就是 对，也可以让整场比赛变好看。我不跟你开玩笑，有彪哥的机器人在，比赛就会莫名的变好看。对，那反倒是马尼拉猎鹰这边的 ban 角也是蛮，我个人认为也是蛮特别的啦，就是其实也没有太多，我觉得针对到就是西贡小丑队的 ban 角，除了奈德利啊，奈德利算是有，因为 Nyx Water 非常喜欢出。中路奈德利，对，可是他最近比赛比较常看到的是卡莉丝，对对，那你放了，对你还是 ban 掉奈德利，可能是他们也不希望遇到 poke 阵型，对，因为这只角色目前在 poke 上的伤害还是最高，就联盟里面最高的一只角色之一。哇，联盟最高听起来就超强，对，因为杰西毕竟他杰西是一个范围，可是那个伤害如果以单体来论，其实是没有奈德利的那个标来的痛，哎对。哦 ，FP 杰，我觉得 FP 杰比较陡哎、欸，我、对，因为对方立刻就是把凯尔选掉，就是要 counter 你的杰。对，如果说你是在譬如说二三 pick， 你可以一口气拿掉杰，然后让凯尔去打 jungle， 因为我觉得这样还 OK。或者是你把凯尔 ban 掉，可是他最后选择 ban 了雷兹，没有 ban 凯尔、这个我不喜欢啊。对，因为在线上杰基本上是打得赢雷兹的。对，对。就我就真的不太喜欢，现在杰督谁大绝，凯尔就放谁大绝，那这个杰就很尴尬，我觉得这个是很尴尬。对，尤其他又拿了嘉文，感觉起来杰不会去打 jungle， 因为最近中国队有些中国的队伍去拿杰打 jungle， 成效也不错。那他选掉了嘉文，感觉如果除非嘉文摆上路，那杰 jungle， 我觉得杰应该是中路没有错，那就要看这个 counter， 就是对方的凯尔的大绝有没有办法成功的在适时的时机 counter 到对方的杰。那另外一边，马尼拉猎鹰也直接把伊利选掉，不给阿犬机会。那阿犬今天可能也是拿其他的 AD， 也是可以用。他说我的操作还是一样的量，对啊，只是我个人是蛮希望他可以拿一些伊利，然后试试看他的。他如果也拿出一套新的出装，或者是最近流行的蜥蜴长者，我觉得我也蛮想看到这名选手发挥的。对，那马亚猎鹰的这前两个 pick， 我觉得都是比西贡小丑队的 pick 来的漂亮，不管是 ban 的 pick， 都比西贡小丑队来的漂亮一点，有一种针对的感觉。是，感觉我要是马亚猎鹰，我看到他这种 ban 法我都笑了。对，那这时候彪哥拿机器人几率就我觉得蛮高的，因为对方的法洛斯是没有位移技的，在线上基本上就机器人拉的成功率就会变高，比较高，对。啊，真的啊，真的，但是机器人跟 EZ 的搭配的性能是没有好到那种程度。我觉得普通，因为伊泽瑞尔并不是说这个一套揍扁你的那种英雄啊，这个是比较那个。以前的爆发力在 W 的伤害还没有被 nerf 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的。可是最近就是 W 大家都不开始点高以后，他的伤害变成是要用 Q 的一段时间 poke， 反而是跟索纳的搭配会比较好。对，然后又加上机器人，你是把对方拉过来，这个时候伊利就有一个尴尬的点是说，那我的E要干嘛？他的强处是他可以跟进，像如果是雷欧娜，他可以跟进你一起进去。可是机器人是把对方拉过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在
这时候把奥数要签，然后做一个输出，就是依到他旁边。我觉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拿来躲法洛式的一之类的，就是说你看法洛式要依你的头了之后，你往他侧边90度的脚跳到他身上去躲扣之类的。对，或者是躲那个大绝，我觉得蛮重要的。对，就是只剩这样子的用途。但是如果可以躲过法洛式朝你脸上射过来的大绝，其实也是不错啊。是这样端看操作，但操作上的话，而且操作是很强的，所以要。马亚练一个下路还是要谨慎，就是对。那 safety 这边选了一个非常就是最近比较不流行，比较少见啊，就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少见的 fiddle support，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除了 N5 选过之外，其实比较少在比赛看到，但他这个可能是针对机器人来的。既然他有放机器人的自信，他有可能是说觉得这个可以打赢机器人 support。那点大概是在于说，机器人拉到他以后，他就可以马上恐机器人，然后吸他血。其实并没有特别害怕这个。拉过去被打这件事情，可是机器人的疾飞会中断，就是稻草人的吸血，然后你的，除非他的符文要有一些特化，要不然基本上他的如果被拉到，以稻草人本身的体质应该是撑不过，对，他体质很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好，就是说 VOI 跟那个彪哥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有在点燃，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对，这样对方的治疗效果、吸血效果，我觉得会比较好。就是你扯到机器人，你拉到机器人的时候呢？只要能够盲杀点燃，其实他都不敢跟你纠缠，他很有可能会拿闪现来跟你换。对，可是这边并没有选择，我觉得倒是可以把虚弱换成就是点燃，因为法洛士他的伤害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他的技能，对你的虚弱一开始虚弱限制的效果比较小。真的，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能彪哥带点燃会好一点。对，尤其这边如果草人又加了一个治愈，那可能就会如长文老师所说，拉过来的那一波，如果你激活草人激活不了，这时候给法洛斯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个 free 的输出的话，那这样的局势来讲，可能反而是阿全这边占一点优势。这个等到他看到对方还带治愈的时候，他应该会非常后悔他没有换点。对。就是说，通常我们带治愈就是要赌对方不要有带点燃，或者是自家的 AD 带的是进化的时候，对，要不然你这个点燃的降自然效果会把治愈的那个效果给抵掉、压掉。对，那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比较赌博的哈，但是也有可能他已经研究过。他已经研究过玛雅猎鹰，这个过去500场的时候出了什么召唤师技能？对，因为这个看起来像是设计过的。我只能说，他用 Fiddle 带治愈去打 Support， 然后去对付机器人，这个看起来像是想过。那即使有点燃，其实也不能保证你可以点得死正在吸血加按治愈的 Fiddle。其实的稻草人，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直接点死，尤其在 Easy 爆发伤害偏低的条件下，就变成说机器人的E要扣着，不能一拉过来就先击飞，就变成说要等他吸血的那个时间点再击飞。那这样反而就是你会给草人一个恐惧的时间，那变成就是你伊利的那个距离维持的怎么样？如果一拉过来那个时间，草人的距离就可以恐惧到对方的伊泽瑞尔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距离维持。可你如果维持在一个够远的地方，他恐惧不到他，然后这时候他选择吸血机器人，然后机器人断到他，伊利再用奥数要先到一个好的位置输出，才能打一波打得比较漂亮。或者是如果机器人有六的话，也会好很多了。对，那个禁言，对，那差距加上大绝也会好很多。只是上六的时候，其实草人 support 的那个威慑力会出来，这时候他一定会带一个红眼把前草清掉。这时候如果他跳出来，对，再加上一个 jungle 蹲在里面，就算即使你的 jungle 来反蹲，这个三打三也是以草人那边占优势。没错啊，因为稻草人他本身上六的威力很强啊，跟其他 support 比起来，大概是威力最强的。对，如果你被他唱完那个大绝的话，踩到你被他跳到再加恐惧，其实你差不多就要吃完，那就真的太痛。然后这样法洛斯可以远远的直接把大绝往你脸上射过，尤其你吃到恐惧在乱走的时候，它很容易中。对，所以这 FYY 最后换的进化也是对的，他面对对方有两个 CCC AD 跟费德里克多，我没有意见啊，就是说他自己带进化我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彪哥可以带点燃。对，尤其是不好打，尤其你已经看到对方的 pick，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带。对，尤其你又是很会拉的机器人的时候。对。好，那么在中路的部分是要这样讲啊，就哎，怎么杰看起来杰为什么是 QTV， 所以是 QTV 要打中路嘛？我觉得杰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新秀小组队经常这样子，就是中上他们会换线打，
然后看起来是 QTV 要打中路，因为我觉得像杰这种近战型的角色是本身是 QTV 比较擅长，因为他是近战控嘛，他只要能近战他就想玩近战，他跟我差不多，他是波比起家的嘛，这一点我就跟他不太一样啊，但是他波比起家，他近战角色比较强，所以可能是基于这一点，就是让他选择让他用杰打中路，因为我不太相信蓝宝打中路了，所以应该是蓝宝打上。对，如果蓝宝打中路，你大绝的那个就是长度的就有点浪费，因为中路的那个线太短，你的追击距离不够长的时候，你大绝拥有的那个长距离缓速就变成有一点浪费。嗯，就你喷进去的时候，那个尾端已经在对方塔里面了，你也不敢追过去。对，那至于说凯尔跟杰在中路的胜负，我是这样看，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凯尔可以挡杰，但是他大绝一开始时间太短，其实是挡不完整。所以说，在对方要一呵你的时候，你要放得非常准，那个是一个心机战，就是说你要放得非常准，挡掉他的转。但是杰这边其实是有优势，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无敌时间太短了，他放了你大绝以后，他可以看清楚你有没有按大在转，啊，那是一个比较两个人就是有一点像在互相猜测说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按大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点是互有消长。但是当然凯尔等级过16之后，那个无敌差不多是可以完整的封住杰的大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注意，就是杰这个角色比较容易在线上被 bait，就是因为你大绝出去打一波，那时候熊如果只要蹲的话，那个就会变成是有点难打，因为你是进去的角色，相对于凯尔来说，他只要能稳定的农兵在线上不要让你有滚到雪球的机会，到后期会战发挥的能力应该会比一个没有滚到雪球的杰来的高。对，因为现在凯尔其实，如果是旧版的凯尔，那叫做我就打爆你，但是新版凯尔在线上就是我吃个兵啊。对，他要一直归到自己的纳喜之牙跟死帽都出来那个时间点，他在团战就会变成输出，反而又会成长起来。哎，他前面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打我哦，因为你打我，我其实蛮痛的。我其实也是伤害不错，而且你贴上来的话，我会缓速，所以你最好不要打我，我们吃个兵就好。我也会加速跑，我还会无敌，不要打我。那么吃个兵，不要打我啊，没有意义，不要打我。商量一下，你下去下杀下路这样，就是这种感觉。凯尔现在在这个版的凯尔在线上，基本上来说是不会是一直去凶对方或是单压对方，除非前面因为 gank 有一到两个 kill 有机会这样子一直凶，否则他在现在就是先吃个冰轰。对，可是主要是他还是热门的原因是他自己本身被 counter 的角色也不多，对他不太会团战的价值非常的高。因为有凯尔在，应该说 S 3 AD 虽然苦，但是如果有凯尔在的话，其实你的队友就两个 AD。当对方在这个疯狂撞击你的 AD 下路 AD 的时候，你的中路的那个就讲轰，远距离输出凯尔要轰。尤其是他的被动，天生被动改动以后，那个降防的效果很厉害，好，非常厉害，因为他打双防打趴数他非常强，然后而且加上他一定会出纳什，就基本上有攻守堆起来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把你的防这个降到一个降防打到满，他那个堆叠数50%嘛，可以马上打到满，那就是效果就会不错。所以这个角色当然还是有他一定的稳定价值，但是很怕纳瑟斯，所以他们把纳瑟斯给 ban。对，就是如果你纳瑟斯现在就是一直大家都讨厌的角色，基本上。只要你队伍有两个人吃攻速，你非 ban 他不可。如果你有想选戴安娜 ban 啊，如果你有想选什么那个下路又想要靠 AD carry ban 啊，就是这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ban。因为攻速在后期，就在游戏的后期是一个最强的属性。那这个属性如果又被反而让，就是有一只角色可以在后期去 counter 你这个属性的时候，这个角色就会有一点过强。S 3进来的时候，道爵改动也是把攻速这个东西大砍，就是大部分的有攻速的装备都有中刀。对，红双刀就是因为有点太强，然后绿精炼也消失了嘛，加攻速的绿精炼也消失了。就是说攻速 ，Riot 希望把攻速控制在一个可以处理的范围内，对，不要让它就是成长的太好。像现在炮娘会又开始流行，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AD 里面对他的那个攻速加成非常的高，算是几乎算是最高的哈。对，因为像扣个毛是被动，那炮娘是一个主动，应该是加数一数二高的一个，应该是最高的。我好像记得整个游戏里面唯一比较高的另外一个人叫菲欧拉吧，应该我们应该没有记错，就菲欧拉开那个，有这个角色吗？哦，有。但是菲欧拉是近战，就是他开 E 以后那个攻速的加成，他要先考虑活下来的问题。他那个问题不在攻速，那个角色问题完全不在攻速。那个崔斯塔纳的问题则是说中期很尴尬的，但是他陨落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对，然后他前期爆发强，然后他开 Q 攻速又爆发高，然后再加上陨落打他，其实很厉害。好，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Nyx Water。其实我刚。
怎么样？你在看？我刚看到那个 Fido 离开游戏，可是应该是没有，他现在没有。那我们中间聊这么久，就是因为他刚才离开了游戏。哦，原来就是因为这个派对稻草人赶着去开趴的原因。啊，他去开趴，刚回来。我光是从这个聊天的时速，我就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致上我完全了解。哎呦，彪哥的埃布里兹啊，我光看都觉得裤子要不太干爽。对，听说彪哥这个人不需要闹钟，因为他每天都被自己吵醒。每天都被自己吵醒，是不是？吵到醒过来。啊，杰因为看到熊的这个翻桌呢，已经进入 CD， 所以就很大胆的走过来。没想到这地方，哇，这地方可是 EZ 有一点 miss 啊。我觉得马亚利的开头开的不好，就是说 EZ 的 Q miss 掉。他们第一波其实是有先手没伤害，伤害完全没有打出来。凯在这地方中了一个点燃，感觉就要喷了啊！再见 ，First Blood， 而且是掉在杰手上，这下子有点惨。我觉得刚刚西玛雅猎鹰的这个开场有一点悲剧啊，就是说他们在左边看到了杰，于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有一点被那个杰吸引。然后彪哥因为去开场起手去插眼比较慢到，到了以后没有位置出手，然后等到对方从旁边出现，他也没有盲抓左侧，所以当对方从左侧出现的时候，距离已经太近，然后第一波的伤害又通通打歪，就是我看到伊泽瑞尔 Q 空 Q， 就是一整个就是尴尬，因为伊泽瑞尔一级就已经不怎么强，你还空 Q，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对，然后再补充长毛刚刚说的一级会战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Fiddle Sticker 这只角色在一级会战非常的强，他的E非常的有关键性的效果，因为那个弹在对方五只站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禁言的人数非常非常的高，对，而且被反复禁言。对，你第一个时间彪哥没有出手拉，我觉得就是刚刚他被禁言的那个禁言应该是很关键，有点惨啊，我觉得有一点惨。那这个开头的地方，玛雅猎鹰确实是开场开得挺悲惨的，而且希望小丑队拿到首杀之后呢，还顺势真的是捷打上路蓝暴打中，完全出乎意料。对，因为就是说可能 counter 的问题，他不想要让自己的那个被无敌克制，所以他想要在上路打，尤其是捷打阿卡丽这只角色的情况下，他拿到一点优势，如果他能在六级的时候带直眼出去，就是阿卡丽其实不一定有存活的机会。对，因为阿卡丽一定会反射性，被你丢大绝，他一定会反射性的在地上丢那个烟雾弹，然后在这一瞬间，如果你把这个真眼插在地上的话，阿卡丽无所遁形，就可能会当场暴毙。而且其实说真的啦，你丢烟雾弹的第一瞬间，杰克完全不管你，先转一个一再说，因为你那个一是范围技嘛，他又不需要看到你，他先转一个一再插眼都还来得及。这样就要变成看阿卡丽有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点用他的大绝去跟小兵做一些位移的方法，拖过那个印记的时间。但是两个人双双上六的时候，万一这个时候阿卡丽血量没有很充足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阿卡丽他是上六以后还要等那个等他的暗影精华补充，对，他要叠，他要补充到三颗要蛮长一段时间。刚上六的时候他只有一颗而已。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上六想要跟对方打一波，结果啊过去以后，我觉得我要杀掉对方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其他的。你只有一下。对，所以很多阿卡丽的教学都会教你说呢，上六的时候怎么样，先 recall 买个装，顺便等那个暗影精华，等到三颗走出来的路上就会三颗。我觉得很中肯，对，非常中肯。因为老实说，你刚上六的时候要跟人家硬拼，你根本就是垃圾，属于七级打一波的角色。对，因为刚上六的时候是很不行。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啊，你应该给个两颗吧。你如果怕给三颗，他爆发力太强，你应该也要给个两颗啊。一颗真的是让他没有人权，万一对方两个人双双上六，对方这个两个人血又没有满，杰是随便用左手就嘟爆你，那你自己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一个 R 的伤害只有100多的磨伤，对方可能是一个通常六级的大绝，至少有大概250左右的磨伤。对，那是两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公平，比较合理。对，回家写信那样。但是我又不是阿卡丽玩家，那我是真的是觉得是这样。那他可能是担心说上六给你两颗，你可能会你知道一踹千里，就是你可能会连踢两下就飞超级无敌远。那应该担心这个吧？不过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道理，因为阿卡丽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会一飞千里，那没有什么好说。而上路又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上路这个阿卡丽跟杰啊，阿卡丽可能有跟杰偷学过这个暗影人法啊，所以他的被动才会是，你知道这个双重叫做什么？战法双修。战法双修听起来好怪啊！你们又双修了，好怪。这样没有，那他的 twin discipline 就是应该直翻的直译应该是，比如说双重信条或者是之类，就是感觉就是他
既是好人又是坏人的那种感觉，阿卡丽叶本身那个感觉是比较像这样，所以他有一点黑暗骑士的味道。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两个在上路这可以说是师徒对决。好，这个讲到这个就可以顺便聊聊英雄联盟的师徒党。反正他们都断线断成这个样子啊，就聊聊师徒党好了。好，除了杰跟阿卡丽可能有师徒关系之外呢，辛吉德跟沃维克有师徒关系，对，是一个打药的关系。沃维克这也有个师徒关系，可是这个师徒关系。有点好笑，因为原本沃维克他是个佣兵，对，然后被索拉卡诅咒变成了狼人。他原本不是狼人，所以说你说这个师徒到底是师徒在哪？因为他原本不是狼人啊。比赛终于要回来，终于不用再扯了啊。顺带一提，最后一个应该是义大师跟悟空。好，那继续讲这个下路的部分，因为但我觉得上路的地方，因为杰打出一个 first blood 啊，其实很赚。他这样子变成说是他的红金链跟水之外，还有一把长剑，阿卡丽应该会很痛。对，等于就是免费得到一个红金链的感觉。对，而且他的也是有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等于一个眼跟一个红金链，那在线上的优势就非常高。这个有一点太痛苦，痛苦指数非常高。只是杰选择把眼插在对方的野区了，应该是刚后来把蓝方插在对方的红 buff 区。我这边为了掩护佛利贝尔来做 gank 而是下三角下了一根粉红眼，那么这一下子就很有机会可以打出击杀了。虚弱先下，决定先杀稻草人，佛利贝尔到现在还翻不到，非常 fail 的一个 gank。我觉得这不太对，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对。他被阿奇一波凶爆啊，被射中了拓甲剑之后再被闪现打死。我说说刚才为什么不对好了，因为你追那个追稻草人这个判断有一点怪怪的，因为他其实距离蛮远。那阿奇已经被你下虚弱，然后你又有机会把阿奇往回翻的时候，就算他会闪现，你为什么不翻他？至少你也可以换掉他的闪现啊！啊，就算攻击力不如人，你还是有机会对他做些什么。哦，为什么去追一个稻草人，结果没有追到？我觉得这太悲剧了。尤其是当你的拉就是一开始在小兵太多的那个时间点，你的拉变是在最后面那个尾端。Oh my god, 中路又被 gank 又要死热。这场好像是上一场的翻版嘛，已经打出三个击杀，除了上路之外呢，上路是他已经占了优势，那么中下路都打出了一大堆的击杀。有点惨，已经3-0了。对，尤其熊这个 jungle 在一开始把 buff 掉了，他的 jungle 速度会非常，就是会下降非常的多。对，而且掉在下路就已经对方就是下路 carry， 你还把 buff 掉在下路，那他的闪现也交了，代表说这个200多秒的时间点，这个熊基本上没有什么 gank 的能力。VOR 会恨死你。那我觉得他刚才翻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一级会战的时候逃命，然后把闪现交掉。对，是一个点。就说你机器人没有先手拉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再选择追击，我觉得是有一点鲁莽，就如长毛老师刚刚所说，尤其是 Philo 已经退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我猜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彪哥前面游走太多，他刚才那阵应该没有上二，他如果有上二，他刚才动作不是鸟，他没上二吧？对，他没有上二，他上二他应该要直接，他如果下虚弱，他可以直接普攻，那个直接上勾拳把法洛斯敲起来，然后熊翻过来以后再去处理拉的问题。那这个血量就非常的危险，这根本不能打，这边你扣就对了。你知道低血量的时候看到法洛斯有多害怕吗？对，对方是带着蓝 buff 的法洛斯，完全是没有磨量问题。对，他可以给你无止境的破甲剑，哇，你还敢走回来？这时候还要叫奥数月签来躲这个破甲剑，你天杀何苦呢？对，他这样撑了一波想要吸这波大破的经验，可是我觉得可能是漏掉了蛮多只。就是实际上为了要躲那个，然后你看下一波又进来中了破甲剑，还要不要活啊？啊，这是我如果是法洛斯，我就直接走到塔里面。这一波 VYY 要 recall 啊，伊泽瑞尔要 recall， 然后佛利贝尔又到下路，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伊泽瑞尔，我看喂这个拉到了再往后翻，这个不错。我没有想到可以拉到再往后翻，我原本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结果彪哥还是再次证明了他的神猛。对，一般来说那个熊应该是走出来准备吃冰，就是、完了，有人误丢完，有人要死。这个红黏着，这个红黏着，而且还有一个杰的影子发出来的他的影斩啊，这个是会缓速的。就说刚尴尬的点是，阿卡丽应该是丢雾想要跟杰来一个消息，就没想到后面走出一个王子。好，不要想太多，真的。你如果刚刚那个雾留的是丢在草丛之间，你可以跟草丛做一个就是一个隐形的猜测的位置，就是到底我在雾里还是在草里，这种时候你还有机会可能生存。对。可是他把他丢去要跟杰换血，这就是死定了。我觉得他刚才这个换血有些没有必要。
觉得我是这样想，我觉得有些没必要。他的眼刚好消，我记得。然后这时候完全没有磨的阿奇，然后在这边他又没有换过装备，所以他应该是死定了啊，应该是死定了。比如这时候吸血要先拉掉，要先拉掉，要死的哦。哦，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棒槌。哦，机器人，好险！刚刚那个 Fido 的一应该是在 CD， 要不然弹过来那个。对，弹过来两个人，你知道两个人相依为命，肩并肩逃跑，中了一个那个弹的那个一的话，当场就死。对，我觉得他那有一些有点棒槌，因为他其实应该他是不是没有看到是自己中吸血，因为他早该拉断的，他随便就拉有点低估对方的伤害，随便就拉得断。你要想，这 Fido 是一开始连蓝 buff 都可以用一招吸到剩下两百滴血，你只是一个伊利，应该是一定要跑的，这是一定要跑的。你刚才那个刚上路丢物打劫，我是觉得不太对。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主要是他身上有黄金链，然后你跟他换血，其实你没有比人家厉害，因为他的影斩转一圈，就是说你 Q 丢他，他当然是会扣血。可如果你要普攻出发 Q， 他只要按原地按一，你一定也会扣血，就是。赚不到哪去。他的想法应该主要是因为他选择的是一个一眼九六水九水开场，所以他是有一个就是药品的优势。对，但是对方有 FB 优势，对方有黄金链，我劝他是不要。刚刚那个其实是嘉文选择蛮好，那个眼他一开始有下，可那个眼消失消了，时间一定肯定抓得很漂亮。如果是应该是 QTP 有告诉他说时间已经到，他前面已经下了那个眼，时间已经到。这个是在对线的时候常常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看对方的起手装是什么。那他如果出来，就是你可以从他起手装剩下什么判断他到底眼睛擦掉了没有，这个是很容易的。就看到草人这样义无反顾的走进来，就知道对面应该是有一个皇子在后面。所以刚刚那个，就算即使是三个人，他们也选择了直接往后退，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一直以前的爆发力没有法洛斯的一只左手来的强，所以实在是等于法洛斯已经带了一个 BF 大剑了。完全不能打一波人，人家抬一抬小指你就飞起来。那个一个是400小刀，一个是 BF 大剑，那个伤害真的。哦，又要唱金包银，那个拳头大的就是真理，好不好？哦，躲过了破甲剑啊，但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去逼 Fido 啊，肯定是没有办法的，拉到了 Fido 再接而。哇，你再怎么厉害，我看也是不太可能躲掉这个。对，尤其那个闪现，就是 Fido 闪现被熊的翻给抵掉了。那个是一定死定了，肯定死定了。其实他就算闪现成功，我也是觉得他会死，只是法洛斯有多少空间的问题。对，所以目前为止，玛雅丽英这样打出来三个击杀都是跟彪哥有关，所以我们说彪哥 carry 无误啊。真的确实是无误、啊。对，前面的表现让我有一点替他捏一把冷汗，但是现在在这个 timing 点上还 OK 啊，还 OK， 因为他落后是1000啊，落后是1000那就。十分之一，就通常如果在 solo Q 遇到一个机器人买，先买鞋，我通常都会不太开心。可是彪哥买，我应该会觉得，对，毕竟他太会拉了，我就还可以接受。因为你看到机器人先买鞋会不开心，主要是因为大部分都拉不太到，对，他就变成一个走得快的小兵。我觉得，对，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人哈，就是人跟英雄的事情，有些人就是适合某些英雄，这真的没办法。我觉得你也别盯了彪哥，你就把这个小兵给炸了吧。没有没有 ，Easy 也没有 recall， 好，没办法。现在王子已经悄悄的来到上路，阿卡丽再丢出雾他就死定了啊！没有丢雾，感觉也是死定了。这时候交了一个闪现，当然是要躲在里面，不要走出来，走出来你就死定了。啊，走出来就死定了，我有跟你说过哈。不过他雾也快到了，所以他其实没得选。他这个时候点燃一个反杀，嘉文倒下，哎呦！对，这边就是说你要决定要来抓上路，应该要带一个红眼、啊、如果刚刚那个真眼有带的话，直接就死了，这个头就不用给了，这个头就不用给。说西贡这边可能要再小心一点。我上路那个也死了，我是中路，对，中路被熊 gank， 中路是蓝宝被熊 gank， 那蓝宝在中路，其实中路已经比较短了，但是被熊 gank 是不是鱼叉可以处理？而且尤其他鱼叉如果已经射在凯尔脸上射掉的话，那更不用。而且通常打一波的时候是一个过热的状况、哦。中路暴力的话，那六级就闪现被熊翻。大家看到熊的时候，麻烦早早闪现。我讲真的，被翻到再闪现那个时间点是不够的，就跟没有用。早期的蝎子有点像，一定是要早一点拉开那个距离。现在只有蝎子没有特异功能，那根本就哭哭啊！大家很多这种闪现后你依旧存在的这种招式，其实。还是其他人都还在，就只有蝎子一个人没有特异功能。蝎子现在在哭泣，
可能等机械蝎子这个 skin 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机会。其实我也不是，其实就算蝎子哭到这个眼泪流干了，其实我也看不出来，因为我再也没有看过蝎子，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史加拉这个英雄，不敢跟蓝宝对打，我觉得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你观察蓝宝的热能，在这种热能等级，最好不要惹他。一打一站的打其实不一定有优势，只是说蓝宝大绝刚刚还没有好。对，没有，我可以考虑打打，但是你，哎呦，这一下拉没有拉到哦，差了一点点。这边真的就是如他的名字所说，我很安全。他刚刚站在那边等了蛮久的。对，就是事有蹊跷。我跟他讲说，像凯尔这样子的大绝，其实对蓝宝的影响很小，你顶多就是挡他喷火加普攻。所以最恰当的应该是在他过热那一刹那，如果他是用喷火过热，在那一刹那下无敌。可是你能挡上来还是很少，因为蓝宝整个人的伤害就是，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持续性的。对，那凯尔的大绝就是这个无敌秒数那么短，哎呦，夏露跳了一个大绝，然后闪有闪开吗？啊，加上嘉文一个地马西牙彪哥终于倒下了，弗利贝尔还在扛吗？你不觉得你们打不过了吗？你不觉得？哦，可是嘉文好像把自己的血量给算错了。对，我是觉得熊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大绝，其实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高。哎呦，还有蓝宝撒了一个大绝要来救命。好，那凯尔应该是可以考虑快绕跑啊。这时候丢出大绝，我们就说他对他大绝对蓝宝的影响比较小一点。哎呦，这个时候被弹，快死！好恐怖。那、这个作伴逃跑是刚刚那个熊，甚至可以，我觉得可以往回走一点，只要拉开那个弹射距离，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塔应该是 GG 的，对，这个塔是一定掉的。我觉得刚刚这个来下路的地方，应该没有想到蓝宝的资源跟着就到，而且蓝宝的射程显然是比别人长非常多。对，尤其是我觉得刚刚关键点是第一个时间点，那个凯有没有躲掉第一个鱼叉被粘到了？对，就是说凯尔刚刚就如长跑老师所讲那个。你的大绝没有办法限制持续伤害。他被恐了，他要死了，因为他这个有点棒槌。低头吸血吸到一半，蓝宝感觉想要硬杀 EZ， 这时候机器人套给他一个虚弱，伊泽瑞尔已经是有蜥蜴长老战魂哦，所以这伤害是还不错。法洛斯隔墙射过来一个破甲箭，伊泽瑞尔没有上钩，对，机器人也没有上钩，对，因为那个嘉文已经蹲在那边等的人过来了，差点就要转角遇嘉文，嗯。互有往来，感觉双方是打的一来一往，但是就是在 CS 上面，因为 CS 的围兵技巧比较好的西贡小小队是略领先一点经济。对，然后上路的杰拿到了一个3-0的优势，这个优势不算太小，那就要看蛮大。团在其间的时候，就是伊泽瑞尔可不可以靠着自己本身的机动性，加上凯尔的大绝逃过对方的那个击杀？可是要是我是杰，我现在就是选择说，我不一定要强杀你的伊利。对对。因为 EZ 不好杀，杀不到。对，我如果我是杰的话，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让我来看看的。如果我是杰的话，我就是直渡阿卡丽好了。阿卡丽可是他应该在走一个偏坦的兵仗为主，所以凯尔自己本身可能要小心一下自己的站位，不要因为为了要让自己在团队中心有个好的位置放无敌，反而太让自己太趋前了。反正就是这两个嘟一个嘟，那个凯尔没放无敌的那个人就对，因为凯尔的无敌常常会套给阿卡丽，让他进去做途径。他如果套给阿卡丽，我们当然杰就是直接嘿嘿嘿，就是直接上凯尔。但如果凯尔无敌留着要对付这个杰的话呢，那他你这样子嘟他，他就要上自己。就说这边是要看熊这边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开场，跟熊跟彪哥，熊跟彪哥马亚丁如果想要赢的话，熊跟彪哥是最重要的。对，那另外一边就是嘉文跟蓝宝，两边都是有不错的开场能力。OK， 这时候冲了上来，要打断西贡小小队的刺龙。那西贡小小队也是给了彪哥足够的尊重。彪哥足够尊重，哦，这一下没有能够偷到龙啊，还是被嘉文给重击掉了。而法洛斯的大绝啊，单打命中了伊泽瑞尔。但是这时候蓝宝大绝撒下，变得没有办法作战，凯尔又白死了。这个凯尔 ，Discale。这时候吃到了点燃的伊泽瑞尔，不得不叫闪现，但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危险。不过他靠着喝水勉强撑住了这个第一个一滴血。熊你要怎么样逃得掉？是现在比较令人好奇的部分。熊熊历险记，上路阿卡丽跟杰两个人都想要来熊这边，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肩并肩走，看起来是有够诡异。你们怎么没有先打起来？刚刚那个有点是他们想要去
抓那个阿卡利、哦、他 recall 成功了，对，这个阿卡利有成功的一个 bait， 就是成功的吸引一下对面想要上去帮忙那个劫，结果让熊有一个是好的时机点在那个地方回家。因为刚刚如果那个第一个时间点立刻下去的话，可能熊就来不及。嗯。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伺服器这边好像又出现了一点状况。西贡又断线日，好，没有关系，相信他们会像刚才一样非常迅速的连回来。对，那刚刚那边那个龙区，我觉得原本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很好打，只是要靠着机器人的一个位移吧，那个。J4 拉开那个龙，然后让熊去 smite， 他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写的。可是那个时间点没有成功，以后就变成一个逃脱、一个逃亡记。那这个时间点，那个无敌也成功的救到了熊，只是不知道，就是凯尔又没有躲掉那个致命的鱼叉，又被就是一个过热的蓝宝追的打到死掉。那个过热蓝宝追上来，威力是真的很强。那他这种非常持续性的伤害，凯尔其实是拿他非常没辙的。那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看我能不能先灌倒你。而是可惜凯尔都没有进入什么输出距离，整个人就死了。其实可以选择把 W 稍微相对性的就是点高，就是你不一定要组满 Q 以后再加。如果你一开始决定不要那么的就是侵略的话，你用 W 的那个跑速，让自己成有几率去让自己可以成功的躲掉鱼叉，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事情。嗯哼，嗯哼。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刚才那剧本写得很漂亮，但是问题在于说，嘉文又不是不会躲你的拉，然后再来就是错过了蓝宝开战的距离有多远、啊，这也是一个问题。那蓝宝枪枪枪撒一个大绝叫。对，可其实刚嘉文是有被拉到，只是那个时间点又稍微晚了一点点。就是、他已经 spy 完了，然后他被拉走，其实一点都无所谓，他就直接盖大绝开战。我觉得结论上来说，这个拉是拉过来送死啊，这个拉的并没有很好，没有执行到他们原本的想法。艾普里兹这个跳跳实在有够稀罕。那现在下路这边虽然两边的 AD 都有得到四个头的那个，因为下路打得很激烈，可是现在伊泽的发展会稍微晚一点，因为他选择是出一个最近最流行的一个出装。我们刚才说希望阿全看到，那 VYY 就虽然把伊利抢走了，可是也是有让我们圆了一个梦。对，就是现在蜥蜴长老冰泉流，只是说这个中期的时间点，他的威慑力就远不如对方的法洛斯，他就必须要一段时间成长到他的冰泉出来，然后甚至他的青羽也出来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个比较恐怖的伤害。你中国转播看太多，对，我觉得青羽、俄语，对，他们青羽最近有点看太多他们的比赛。我感受得到，因为你刚才也是一直说皇子，那我是开玩笑讲，但我发现你非常顺畅的说他是皇子，我想，你最近中国转播看很多，就是有点青羽，而这个青羽，他们的有点难调试。狂徒，哎，还好现在没有人会出好战啊。对，好战对狂徒铠甲叫狂徒对。那现在比赛来到一个中期的发展，就是两边都要选择，因为对方的就是塔的数目都还没有推掉很多，就是西贡小丑这边领先一个塔数，大家决定来压一个中塔。那这边在伊泽尔刷大绝，竟然是要把小兵清清，不要再让对方爆塔，可是我觉得威力有点不够。对，虽然那个画面看起来很痛，因为那个蜥蜴长者的那个特效，可是实际上的损血量好像没有。当然，因为他没有什么 AD， 也没有什么 AP 啊，就是这种水准，很正常。那现在是一个换塔，就是上塔换中塔，只是这样子来说，就是马亚印这边比较稍微，我觉得是比较稍微亏一点，因为你中塔失去了，就是对 buff 的守护力就变低了。没错，这个势力范围就会缩减。因为现在看出来是下路不太能打的情况，因为就伊泽瑞尔现在需要一段时间发育。威力不够啊，威力不够。西贡小丑队算是有抓到，就是这一个时候呢，是算是马亚利比较弱的时候，他算是有抓到这一点，所以走过来硬要打这个蓝 buff， 我觉得是合理的。不过他非常注意被伊泽瑞尔 poke 的次数不能太多。对，还有就是机器人在这种丛林战如果有一个地形的优势，不过他完全找不到位置。Oliver 有重击到是吧？对，他身上有蓝 buff， 因为嘉文的重击还是亮，所以是被 Oliver 给重击走。那这样就不算太差的一个结果。终究至少是有拿到嘛，虽然不是凯尔，但凯尔蛮需要那个冷却时间减少，只是说反正总好过给了对方。现在的重点就是伊泽瑞尔要怎么找到一个地方去发育。如果对方现在强烈的在压你的中下的时候，反而是就是上路的阿卡丽能顺利的发育。那可是这个发育，在团战带给整个马里亚猎鹰的帮助，就可能没有来一个成长的 AD 来那么大。对，
现在还有来到上路，跟这个阿卡丽一起出手，丢出了缓速节啊，逃跑技其实就那样子而已，所以他现在是选择嘟大绝以后，然后再交影子，然后再交闪现，一路往下绕跑。但是你知道这个往下绕跑的能力再强都强不过阿卡丽追杀你的能力，他毕竟可以连踢三下。长毛老师说的是一个飞到天涯海角，对他本来就超会飞，所以。我觉得杰刚才操作已经是很好了，他已经费尽心机，就是所有可以移动的招式，通通都交来移动。哦，彪哥又一个钓鱼，这个完全是钓鱼，但是没有钓到，而且他其实他身边没有人，我也不太知道他刚才如果拉到他应该是个骗闪现的动作了。他如果拉到了稻草人，除了他还有可能直接被稻草人转身打死，因为毕竟稻草人下面还有两个队友。你说一般一个 support 走在路上忽然被人家拉走的时候，尤其他有先知，他一定会紧张，对，他一定会闪现。就像你走在捷运站，然后忽然被人家拉到厕所，你应该有闪现的话，你也会使用。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好恐怖。对，这应该是对不能小朋友不能学的。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好恐怖，一身冷汗。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我在走在路上被人家 gank 被人家这个签名版 gank 吗？也没有没有，就是走在我去年已经快一年了，差不多快一年，就走在路上被人家砍。啊，哎，你不晓得，啊，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 follow 到这个，那时候你应该没有 follow 到，而且你快一年了，六月就一年，凶手没有抓到，有点惨，所以你害我好害怕，因为我有这么一段过去，所以你刚才这样讲让我好害怕。想说，难道那待会去年是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今年难道要被拉进厕所？对，现在要征求那个长毛粉丝，现在赶快到迪娜总部来集合一个保护长毛回家的人。可以不要这样吗？哇，这个皇子，这个 Toss Mite 啊，这个 Toss Mite， 我觉得一方面是佛利贝尔这里可能大意了，对，而且对方的视野下来非常的及时，是哦哦，佛利贝尔被卡在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位置，然后就吃掉了凯尔的大绝，凯尔大绝是保护一个完全没有屁用的家伙，然后就死。我觉得这个也就算，他这么棒锤你也就不用帮他，因为显然你有非常多需要保护目标，例如是这个伊泽瑞尔，哦，然后法洛斯也打出一个 double kill， 伊泽瑞尔闪现废哦，好，哦，再见。这是一个死的不冤，吊龙又加 ace 的，对，死的不冤。这个一拉开就非常的，刚刚其实我们觉得前面玛利亚猎鹰都打得不错，就算是一个劣势也不算太大的劣势，只是这一波龙战的处理就完全。被西贡小丑这边找到一个机会，哇！我觉得他这样子连环的失误，哎，刚才整一个一整个会战都是一个失误。对，从吊龙开始。对，首先被加为 EQ Smite 这很难接受，因为，等一下我们先讲现在画面上的会战，就是这个塔子，这个兵营剩下一滴血，这西贡小丑队太想要这个兵营，结果承受了太多伤害。你说现在阿卡丽的这个，阿卡丽有办法打死杰，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机器人就有一点白死了。阿卡丽现在杀完了以后，再多一个踢，然后踢完以后其实是找不到人。对，刚刚那个就是稍微可惜一点。如果 Fido 的那个恐惧，就是他主要是被 Fido 恐惧给限制住。如果那时候没有的话，那个嘉文跟那个 Fido 应该都是活不了，因为我们知道阿卡丽他有一个也是算是斩杀收头的效果。对，他杀人的时候他的 R 会重置，他要加一颗。对对，加一颗给他加一段踢。就是没有，如果可以重置三段的话，阿卡丽一定会 OP， 但是只能重置一段，还算是勉强算是合理。只是即使有换掉对方的阿全，可是就是下路的军营台军营已经不见了。他们之所以可以打出这么多个击杀姐，也是因为对方就是对方太坚持要打兵营。那还好，最后是对于西贡小丑队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说至少兵营有打掉，不然就太惨。对，付出的是一个 shutdown， 红快吃，不然会有点惨。那现在，兵权已经做好了，现在马尼拉的机会就是在于你，就是很大的发挥伊利这个风筝的能力去拉打，然后造成嘉文的大绝跟蓝宝的大绝先骗掉一次大绝以后拉出来，然后这时候才能反打一个会战。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 Q 进来的这个限制的效果很强，等于那个缓速再加上红 buff， 那个缓速的趴数大概已经有到50%左右了。就是说对方现在就是要逼一个龙战，那这个龙战就相对来说比较八龙战就要相对来说你必须要想办法保护彪哥做一个视野。这里视野如果不能再扩张不起来的话，就会被西贡小队给憋死在里面。对，西贡小队只要这样子一直清理这边的眼，然后一直站在八龙兵营就完蛋。哇，
这是一个极限距离。弗利贝尔极限的距离在最远的不拉到了费德提克啊，在最远的距离拉到了费德提克，然后把他杀掉了啊！不愧是彪哥，还是依旧是拉得不错。对，就是说我刚才正要讲说，其实就是 Fido 这个角色在拥有视野的野区也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冷不防跳出来一个大绝，只是说刚好就被彪哥抓到一个机会，他自己视野不是，而且他落单了。对对。就说其实我觉得星空小组这边也要稍微去做一个检讨，就是说你其实这种优势的时候不应该放出去。嘉文就直盖大绝，然后盖大绝再撒蓝宝大绝，效果非常的好。这时候嘉文被拉进了塔下，然后阿卡丽也趁势踢嘉文踢回自己的塔下，算是一个不错的团队合作。阿卡丽交闪现之后呢，这个鱼叉啊是选择对着机器人插下去，所以还好、啊。怎么有一种瑟雷西版的机器人感觉？那个是灯笼的作用吗？拉一个嘉文，拉一个人给你踢啊，跟灯笼长得好像，真的。所以这一波是不是就是西宫小的选择的不错？因为看到伊利在下面守护平线，所以加血走出来，机器人正在加速，机器人在极限距离又拉到了阿去，又是彪哥的一个 nice play。哇哦！但是下路兵线要烂掉，玛雅猎鹰，玛雅猎鹰，你家下路要烂。熊刚好走出来接了这波兵线，有接到那这个巴龙就守下来了。对，對我觉得刚刚那个阿群可以直接往巴龙那边靠近，没有必要再多带那一波线。这就是一种各种失误吧，算是一个自己你有点低估彪哥的机器人。对，我觉得是有一点。他要留你下来，你是走不掉，因为他的速度就是硬是比你快啊，所以他你被他追上来拉是躲不掉的。他刚才为了保持在最远距离，就是等于是说，一个是平的在追他，一个是斜斜的走上来。他为了保持那个最远距离，他没有办法靠近小兵来阻碍机器人的拉。然后刚刚其实阿群那边有一个回头，可是彪哥的这个拉是一个斜向距离的这个，所以你有没有回头其实影响不大，因为那个切面是很大。刚才我刚才那句话在说什么吗？就是说。你如果是直直的拉，对不对？你只要九十度移开，这个理论上那个它打过来应该是一个很窄的面，就是你只要九十度平移，应该是用正常的手速是可以躲掉的。以刚才那个距离，但如果是斜斜的话，你想想看，那个其实你不管你要移动，需要距离会更长，因为它是一个斜切面，其实那个切面是很大的。对，因为你的跑，因为路不是上路不是斜的，所以你没办法。对，那要有一个示意图，大家可以在脑中想象一下。等我们装电子白板系统的画给大家看。以后可能要拿，就是赛评要站起来有个黑板，是不是？我们会有那个白板像报新闻一样。那现在等于是延缓了马伊达利英这边的死亡时间，就是如果他们、啊、你已经宣布了他死亡了、啊就是，医生，医生，医生，还有一点救，医生，请你救救马伊达利英啊！那这个巴龙救他，对，到底是毒药呢，还是解药？这个嘛，因为要非常小心，你看得出来，他们都非常小心，不要被只是下路的兵线啊，不要被机器人拉到河岸上去。我觉得 Joker 选择西贡小岛队选择这个时间点打巴龙是一个很正确，因为你就是只能二选一啊，因为下路的这个兵线又进去了，你看还带两只超级小兵，这不赶快回防的时候呢，下路就要爆炸，然后回防的时候又有可能巴龙或中路露出破绽，其实摆明马亚丁就是会有人去救，其实西贡小岛队大可以继续打巴龙。对他们现在选择是一个中塔强压，也是可以的选择，也是可以啊，因为就是总而言之是让你首尾不能相顾啊，你就是没有办法自救。对，现在这座塔已经爆了，那就是一个好的开战时间。对于星空小组队来说，随时可以开战，只是哈、啊，就是站前面的弗利贝尔杰是不能出手，弗利贝尔这个闪现立刻被恐惧，海尔又丢他大绝，这一次的大绝效果倒是不错啊，但是他仍然是被盖大绝死，因为他大绝吸掉伤害啊，这、就是不错的判断依据。就是阿卡丽踢出来两回之后就被法洛斯给射爆，如果没有办法踢死法洛斯的话，要阿卡丽做什么？这时候把法洛斯拉进塔下，原来阿卡丽不需要杀法洛斯，彪哥会处理法洛斯，有没有看到？啊，这简直莫名其妙啊！啊，这好哦，然后机器人刚刚也是看到被杰捅死了，但是这个残血蓝宝竟然没有被伊德瑞尔打死。好，双方这个互相顺过来又顺过去，这时候满血的凯尔冲出来，凯尔你现在犹豫？对，刚刚那个时机，第一个时间点，杰闪现上来，如果凯尔刚刚还在继续打小兵，那我有一点错愕。他太犹豫了，他其实非常有机会在往前进。对，尤其刚刚那个伊泽瑞尔第一个时间也没有 FYY 也没有闪现掉，他感觉是凯尔我们应该可以打 bug， 结果发现凯尔还在打小兵，他只好赶快一个要奥数月前往后退。这个确实是。刚刚如果能再多击杀一个人，就反而是马亚因这边有机会吃巴龙。对。Yeah.
尤其他们凯尔跟伊泽瑞都还在，所以这两个人要打巴龙应该是颇轻松。对，唯一庆幸的地方是下路的军营没有掉，如果这个军营也掉了，但是中路的军营掉了，所以你终究还是要面临没有军营的困境。对，只是说灌两路的话，那个基本上就灌两路就癌症末期了，我觉得没有错。医生宣告他是癌末的，他就是癌末啊。那现在又变成刚刚的那个节奏，就是说要拖到军营塔升，我才有办法一个主动出击。马加利这边还有一个主动出击的机会，可是那你又要站防守，然后又要守这个巴龙，就变成两头烧，就好像有两个肿瘤在不同的器官里面。好，今天到底是为什么要一直谈这个癌症问题？因为最近禽流感的新闻让我没有。我今天还看到说那个什么。超商咖啡杯盖就是有致癌物质，然后我心里想说，我死定了，我每天都要喝超商咖啡，我死定了。哦，你莫非长毛有在急咕咕比？我只是因为不喝咖啡很难工作，所以我总是要喝咖啡的。那就那这个隔，哎呦，隔墙拉，哎，是也有，但是刚才这个拉其实是蛮空的，就是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拉这个方向。好，接着是下路军营，你知道他也没有塔的守护，所以。西贡小队还是很有可能强攻一波，这时候还是要靠彪哥来 carry 看看，主要要靠、马上先下一根红眼，就不让你阿卡丽躲，你阿卡丽再躲，你主要也是要抢占这个视野，不要让彪哥有一个隔墙拉，利用高地优势。因为这个 VYY 的 Q 也是投一个不会中，好翻到了蓝宝，我觉得是有点球。哎呦，大绝拉掉了，后拉杰还不错啊，杰把 W 喷掉，对，两个大绝脚掉，对，跳了，而且 Fido 跳了一个空炸，但是不因为要回去补，不然继续打，就兵营还是被爆，那两个兵营就真的挨末了。这个时间点就要冲出去打一波，那一定要打一波啊，就这一波不打就不用打，那游戏大概要结束了。嘉文这个时候炸上来，然后大绝一样的套给弗利贝尔，让弗利贝尔再多吸一点伤害，好，不错，吸的还不错，因为法洛是在瞄准弗利贝尔的时候呢。就被机器人给扯了一下，然后就死掉了。之后阿卡丽有机会吗？再杀掉一个，又获得一个 T。好，但是加里亚烂了，加里亚烂了，没有办法打巴龙，加里烂掉了。而且熊的血量不够高。伊泽瑞尔明明就有视野，但是那是一个劫，大家有点害怕，这是完全是在骗啊 ！Q 到你啊！哈哈。这时候阿卡丽呢被杰都大绝立刻往旁边跳掉，这一发杰的大绝可以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打到，三个人成功围殴杀死了杰。为什么要你们三个人打成这样？对，这个时间点绝对是够的，熊赶快回家补血，出来以后吃八龙。因为没有劫啊，因为没有劫，应该是还 OK 啊，还 OK。只是下路这个地方到底该怎么办呢？就可能伊泽瑞尔仗着自己有红蓝 buff 啊，现在应该是凯尔留在家里守一个兵线，因为机器人可能守不住两路的超级小兵。哎，对，机器人应该要赶快，机器人赶快去巴龙那边建前面的视野啊，不要让就是嘉文有个机会进来抢。如果这个再被抢到，哎，真的被抢到就是刚刚那一波，他决定直接抛弃下路兵线啊，这。那这个二塔就会有一点双方都冲向了巴龙 ，Fido Sticks 要跳大绝的感觉哦。应该有了一个沉默，然后吸了熊的血，位置要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一直扛巴龙的伤害的话，玛雅猎鹰是绝对打不过了。法洛斯被缠上了，阿卡丽喷上来，阿卡丽杀死了法洛斯啊，总算是有点希望。伊泽瑞尔在此时掏出了大绝，但是伊泽瑞尔瞬间被蓝宝 shut down。阿卡丽躲在雾里面不太敢出手，其实事实上他也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往旁边躲到草丛里面。那蓝宝眼角有瞄到他，现在要赶快找地方跑。我决定要踢一脚小兵绕跑啊，我没有踢啊啊啊啊，我没有踢。Fido， 你跳大绝，我踢死你。其实刚刚这边信用小组队可以直接就是所有四个人直接往中路集合，应该对方的双塔就不保了。对，一波直冲双塔，主炮可能还打不掉，但是一波直冲双塔没有问题。对，只是这个现在这有点悲催。我们说跟 HQ 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没有 TSL 要打，所以他们决定我吃个八号，下班再多杀几个人。我觉得刚那边是有点可惜，如果都已经决定放弃兵线，那没有必要把机器人留在中路。维持那一点点的兵线，我觉得机器人过来反而可以限制一些，你反而有个机会把一个人拉来探头的人拉过来，对，或者是这样子会战就可以，啊，这个撑不住了，这个已经没有救了，啊，你这一个兵营也裸露了，就是说被超多海量的小兵打掉了塔之后的兵营也裸露了，所以换句话说，西游小队其实西游小队这一波的 recall 就是为了把血补一补，然后换成装备，我觉得是一个爽度 recall， 对，是一个爽度 recall。那全部过来以后，这兵营肯定是守不住了嘛。那三兵营全掉，也不要说什么癌末，我觉得可以拔管啊，就是对。
就是我们这个比赛还有也有安乐死的机制，有一种對我们是有安乐死的机制，你可以按斜线 F。运动家的精神，我们还是他们基本上来说，从去年看到今年，目前为止的这个已经我已经播了应该有300场以上 GPL， 那只有一场是 FF， 其他都没有。但是这个确实是已经差不多要拔管，时间的问题。你可以看到那个装备也是差非常大，经济也是差到一万，差不多一万。然后现在攻上路，西贡分成了两坨攻上路，如果被彪哥拉到是不太妙，但是他们现在都躲得非常非常的远，拉不到。然后这个拆眼睛的时候，有可能被蓝宝会这样开战啊，这跟强开信号跳的强开都是由这两个人发起，挡不住啦，守护女神挡不住了，这时候开启了苏瑞亚，彪哥冲向前，没有目标可以打。维贝尔非常努力，但是遇到了一个人家的惊人，其实也不能怎么样。这时候 Fido 跳大绝 ，Fido 跳大绝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惊人啊，凯尔先惊人躲过 Fido 大绝，然后那个凯尔要打 Fido 的时候 ，Fido 在惊人躲过凯尔攻击。对，最后一波会战已经完全变成是西贡小丑妖的节奏，就是我的劫已经弄到你的阴力，然后我的哦，这个拉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因为西贡小丑肯定是会靠近你的，这要是我就在温泉里面把他拉进来，起码有一个急杀，对不对？我是觉得有点可惜，这个叫爆炸杀不到，太可惜了。然后一个费德迪克，一个舍破费德迪克，已经他就可以成功的牵制住两个对方的上路跟中路。他总共有19个助攻啊，非常强。这场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马亚利失误比较多一点。对，关键的那个龙区的吊龙加上一个被 ace 那个中期的失误太大，差不多就崩掉了。对，那个下塔那个下路的军营爆掉以后，就整个只能打手了。因为他们的阵容本来就是说。强开其实不一定比对方强，因为对方有加文加上蓝宝，所以他们一定要骗掉这两个招。可是当你变成是爆掉一路，变成是对方来压制你的时候，他们常常你看他们把熊放进去，然后要跟他想，反而是他们有点急躁的想要用熊去强开。可是你这样子熊吸到的招，其实西贡小丑那边处理也非常聪明，他后来没有拿太多的招去控制熊，顶多就是我一个费德迪克的恐惧，我一个小招限制你在里面打，打到你都快死掉，你就要套无敌。这时候我的大绝蓝宝的大绝也还没下。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你这个大绝是不要下给弗利贝，弗利贝翻完之后，他就是一块肉，你到底为什么要保他？你保他到底是有任何一点的帮助？我完全感受不到。对，只是说几次会战好像还有来有往的，主要原因我真的还是要不提不提彪哥，对他都拉到 AD，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就后面有一个，刚刚长毛有说他进去，然后对方散开，你看到一个机器人冲进去，为什么对方会散开？就是因为那个阿全其实有惧怕那个拉了，有一点担心被看到，因为他已经被拉死超多次，对，几乎每次会这样。为什么会死？我们不是赢超多吗？为什么会死？对啊，对面的坦克冲进来套了无敌也被我们杀了，为什么我还会被杀掉？阿卡利也很少是一直在冲他，对，然后他还是一直死，就是因为彪哥在盯他。这个机器人，我在。I am watching you 对很厉害，我怎么不太懂。我们来看一下结算的面板，看一下双方，因为到最后面经济差到10000，但是前面双方是咬的其实蛮紧的。那主要就是在记得老师刚才提到那个龙区会战 fail 掉的部分是比较严重一点啊，真的是蛮严重的。因为那个地方后来他不是后来还有一次是那个熊被孤立在那边，然后被包围起来杀掉。对，就两次。其实第一次是想偷嘛，偷没有偷到，那个也没关系。后来是整个团队又被追击到一个 ace， 那个下路金云掉，那一波真的是就兵败如山倒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阿卡丽的坦装 build 是还 OK 啊，只是这只阿卡丽真的没有肥起来而已。对，中间有一段时间不错，因为他在上路有一段时间有让他发育。对，中间的那段时间他有顶住那个伊泽瑞尔在成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是一方面是西贡小丑队一直都有带红眼在身上要对付他，那我觉得他给法洛斯的压力不够大、哦、反而是机器人给法洛斯的压力比较大。对，可我觉得集火目标或者我觉得可以给马亚林回去再想一下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其实蛮常在杀那个劫，在盯那个劫。可是我觉得你其实比较大的输出，我认为是蓝宝。
就是蓝宝在团队中的输出，如果有办法看一下伤害图表的话，反而你可能要盯一下 Nyx Water， 而不是要一直针对 QDV。在蓝宝没惊人之前，应该都有机，还有机会才对。而且 QDV 它在会战的大绝放掉的那个时间，其实它就的伤害就没有那么恐怖了。它剩下的普攻其实反而还好。对，反而是蓝宝跟费德迪克两只一直在前面就是扰乱对方的，就是凯尔加上阿卡丽的输出，对，那个时候那个 AOE 伤害反而很可观。是，所以我觉得 Juni 这场的那个 Fiddlestick 的 support 表现也蛮不错，还蛮不错的。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开战，有了被拉了两次，是比较大家可能比较记得。不过那是彪哥厉害，那不是 Juni 很。可是我觉得线上你对到机器人没有被打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表现。我觉得他打的蛮不错，就可圈可点。一个 Fiddle。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其实都有做到。对，二十六个杀击杀数，他有二十个击杀，他有二十个跟他有关，他的击杀贡献也是蛮高的。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玛雅猎鹰的下路选角要再想一下，因为我觉得 EZ 跟机器人没有那么好了，没有那么好。就是说，应该你机器人没有问题，彪哥机器人绝对是没有问题。我们大家也验证，他根本就是 carry， 他根本就是 carry。好，那。AD 应该选一个爆发够高，或者是至少打得赢前期拿到四零头会痛到爆炸，像寇格摩这种角色。哦、对，那像 EZ 他刚才四零就对，虽然他蜥蜴长者出得很快，冰拳也不慢，可是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没有很厉害、啊，尤其那个 Q 又没有那么的准的时候。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尴尬，所以他可能要考虑别致 AD。对，好，那么这场还是恭喜西贡小草队获得了胜利吧啊，那就是。但是其实纠缠了蛮久的，玛雅猎鹰打的也算是还不错，虽然有一些非常主要的失误，但是能够跟西贡小草队撑到现在、啊、也算是可圈可点。那么今天的两场比赛就在这个地方呢搞一个段落，我们马上来呼叫本周打完之后全部打完之后的战绩表。今天是4月14号星期日、啊、今天的这个战绩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所以所有的队伍都已经打完了，是应该是打完了26场、啊、下礼拜每一支队伍都是两场的赛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排行顺序如下，所以下个礼拜的赛事应该又不太会影响排名变动、啊、只有玛雅猎鹰跟曼谷巨人有机会再来这个再争个到底谁能够把另外一队挤下去、啊、除此之外其实影响应该就不大了。西游西九可能还有机会跟吉隆坡猎人并进、啊、但是我觉得也是意义没有很大。对，那现在 HQ 要赢新加坡也要再祈祷新加坡翻船，这个机、哎這個、会就比较他就是二连翻船，然后 HQ 二连胜的时候呢他们会他们会肩并肩，但是问题是，新加坡先锋之前的赛事都赢 AHQ， 所以赢的场次比较多。要自己赢一场，对方还要翻船一场。没有，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现在两边都是战绩一模一样的时候，因为过去交手记录是新加坡赢的次数比较多，所以第二名还是新加坡先锋，这个就没有办法。对。可是我觉得能在打赢一次，我觉得对 HQ 来说绝对也是重要的。我跟你讲啦，那个心理卫生上面的帮助比较大。哦，不会说一看到新加坡先锋就觉得说靠又要输了这样。那我觉得心理卫生是差比较多一点。对，这真的是有影响。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礼拜的赛程预告啊 ，GPO 2013春季赛事的最后一周。首先4月19号晚上7点整是由新加坡先锋对上 AHQ 啊，就是、下礼拜的开场就这么厉害。再来晚上8点整的第二场是吉隆坡猎人要对曼谷巨人队，然后9点整的 Game 3呢，则是由阿朱布台北安沙星耀对上玛雅猎鹰队。4月20号星期六晚上7点整的 Game 1是由吉隆坡猎人要对上 AHQ 啊，然后晚上8点整的 Game 2则是曼谷巨人队要打玛雅猎鹰。晚上9点整的 Game 3呢，是由西贡小丑队对上西贡星期五，兄弟戏强要拿来做收尾。然后最后是4月21号星期天晚上7点整的 Game 1由新加坡先锋对上西贡小丑队，以及晚上8点整的 Game 2最后一场春季赛事最后一局是由台北安沙星要对上西贡星期五。以上是下个礼拜的赛事预告。好，那么呢今天晚上的转播就在这个地方呢即将来结束了。其实下个礼拜就是春季赛事结束又播完了一季啊，真的是这个季我们有很多这个新朋友好朋友在陪我们度过。那记得老师虽然说我也是新朋友，对，你是新朋友，我说真的，但是没关系，到了下一季我们就已经变老朋友了。对 OK， 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啊，今天晚上的格瑞纳超级联赛2013春季赛事这边呢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晚上再见咯。我是主播陈某，我是赛评记得，大家晚安，大家晚安。